奥利奥，面糊糊 and 奶油，别录我呀，哥哥。那个电钻没电了，然后现在回归到原始的人工打奶油，它已经打了半个小时了，你看没有任何变化。事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美，拍照越来越多人赞，小红书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学习生活工作三不误，祝你爱情更顺利，生日快乐。哎，你这一点都不磕巴，我不给你留余地。来上我啊，王浅怡，我希望你就还是一样的每天开心快乐，永远有你忙忙碌碌的小生活，然后希望以后的希望你以后就是对生日姐们都在一块过，然后你好社会姐们对男人就不说了啊，就是啊，祝你幸福简单粗暴，还有什么啊，你说我们，我觉得我们回国可以在一起去做活动，再去多找一些活动，出去玩啊什么的，搭铁相思。虽然这次疫情我们俩就是没办法陪在你身边，对吧，都在村儿，还不行，对，但是我们都记得这件事儿，而且我们之前本来要想着给你唱点什么歌，但是就是有点难啊。我们做这个蛋糕做了好久好久，我们手打奶油主要是最吃力的部分，但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而且是一个很可爱的蛋糕。虽然不在你身边，还是希望你一样开心。还有某信，就是他现在虽然在国内，但是他也是提早很久的联系我们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实行给你的那个生日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对，希望你能喜欢。And 你要转英文。
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s, like you know. 哇、wow. okay, okay. 对。嗯。OK。最后祝你生日快乐王倩怡。先称我，对，净重58公斤，然后这个盆是58.6，然后我们要往里加600克的牛奶，600克等于0.6公斤，就是小数点后面那一位。我们现在要让它变成59.2，现在是59.4，再倒掉0.2公斤。那我往哪儿倒？你喝了吧。不对，那我喝了以后，这个牛奶就到我身体里了。就是它位置没有变。它那都白算了。都白算了，我得倒掉。我就差不多。我这可以100克。